合两场复赛表现，排名末位的小队将会被直接解散。哦，就是没有一个队了，没有周瑜翔，得一分就是可以完全改变这个的，所以你们这一场真的所有的力量拿出来，哎 ，Let's go， 燃起来了，啊，但那个也真的很不错，醉拳 ，Let's go。So crazy, so crazy. 就比第一名差了三分，我希望能够再往上冲一下。There was only one mission that we had, and we had to go for the first place either way. 我们这是最后一名，我们就背水一战。那个状态下，其实大家都是吊着一口气在背，那就是看谁那口气能吊住。经过复赛二的比拼，排名第五名，对，全队解散。淘汰的名单如下。